我们现在在捷运站啊，然后因为这几天有市集啊，因为之前这边也摆过蛮多市这种市集的啊，我们都没来逛过，想说今天来逛逛啊，我就想应该也蛮多人淡水的朋友都没有逛过，因为我们平常只有上下班的人会在这边而已，其他不会，尽量不会绕到这边，因为这边停车也很难停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有在卖这种有些农产品啊相关的东西，这样子。大溪豆干，哎，人家也没有说是大溪的啦，豆干啊。对，这个在卖柿饼。这个我们去那个新竹的那个老街的时候都会摆。对，目前这一排感觉好像来到了新竹啊，什么老街那块老街都是一样。对。哇，这个超阿贵，我没看过这个颜色的。这远远看还以为是橘子。里面是包笋干的。南瓜。哦，是南瓜皮哦。对，南瓜的。哦，紫米芋头。哦，我最喜欢吃超啊，买一个好了。原味。对啊，原味就是可能没有包的那种。没有包内馅的。哇，客家马吉。要买几个？买一些回去。好啊 ，OK 啊。那就。帮你拿哈，因为这个摸手。好。好。来，菜包币的。菜包币要几个？两个好了。好，还有嘞。然后这个很特别，这个笋干的。一个好了。两个好了。两个好了。是一个这个没吃过，我第一次吃到这个。他说是什么南瓜的皮。对。我们不说南瓜的味道，因为是那个超阿贵的味道。有吃过，我有在苗栗吃过。嗯。哎，吃起来有南瓜味道，但那个皮是甜甜的，然后南瓜甜，南瓜的蛮特别的。贵，我记得没有那么 Q， 因为南瓜的水分比较高，你觉得呢？蛮 Q 的啊，就是它也有一点点那种超阿贵那种草，那种叶子的味道。好。然后啊，里面也是菜脯皮，不错不错，有笋干啊。哦，看起来蛮香的哦。很像那个笋那个。那叫什么？控肉里面不是有笋吗？对对对，包在里面的感觉蛮特别。我第一次吃这种颜色的。是哦。哎，不错啊。哦。你就讲到南瓜，然后南瓜控肉饭里面有笋丝。我觉得我们家小皮会喜欢，他很喜欢南瓜。哎，继续逛，这一摊在卖银杏的。你要不要买一下？你最近常忘东忘西的。哪有啊？奇怪。欸，其实前面这一排啊，蛮多就是婆婆妈妈在逛的。对对，可是你就比较不喜欢逛另外一排的，对不对？没有啦，我也蛮喜欢逛，我只是买了会被骂，因为买了回去都吃不完。每次都没吃完，不是吃不完。可是我看了又特别想买。这个老海鸥都80耶。蛮特别的，这个是蜜金枣，看起来很好吃哎。我可以买这个吗？好啊，鼻水倒流。这好像你好像常常讲说你鼻水倒流啊，然后什么什么的。对，可是我这些症状好像全部都是你的症状。可是我想要买的过敏体质，鼻子过敏，先看有几样是你没有的。可是我想要买的是蜜金枣，不是南姜，怎么办？南姜好，买啊买啊。好。对啊，我阻止你我会被人家骂的。有试喝喝吃一下，试吃试喝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。泡茶给我们喝。对。你看老板的那个头发，多漂亮的颜色！好的，绝对是可以喝的。这味道很香哎。嗯，你喝一下，感受一下怎么样？来，南姜金枣，它泡的很好喝。德化来的，这个好喝哎，好喝又健康吗？又养生。不买也要来试一下。那片买回去怎么弄？就是它非常的温和。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。是你喜欢的吗？真的没有很辣的感觉。南姜可以放一下，我觉得小朋友会比较喜欢吃荆棘。啊，我其实蛮喜欢吃那个南姜。它这个茶蛮好喝的。对。而且它直接可以咬，然后也可以直接泡热水就可以泡了。我比较想要。还不错哦，好喝。因为它调的比例好喝。你可以问他秘方啊。我拿回去泡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喝。然后再开一间这样，有没有？好了，我们终于还是买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然后我们买三包这样子，刚好500块。就是看到这种宣称疗效的东西，对，就也很容易，就是钱就掏出来了。对，而且它
这个就是他有说问说这个怎么样泡嘛，就是一颗100cc， 然后也是配一片，那你也可以少一点点，不想喝这么姜味的话，可以少一点点。这个比例就还蛮好控制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就自己试试看。对啊对啊，我们就去逛，你看，东港樱花虾，这阿嬷看到一定会喜欢。哦，他会买去炒蛋、炒饭。阿嬷每次到东港，他都要买樱花虾。但是我这影片先不要让他看到好了，他会骂你。哎，这边也有卖一些东西。哎，这个好像那种他的那个哦，真的克什米尔克沙，这怎么念？克什米尔克什啥什都可以吧？嗯。这一排都是在卖养生食品的，嗯，姜片啊，然后像这边这个是莲藕粉什么的。这边有卖铸铁壶，哎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日本那什么南部铁器啊，对，铸铁锅、铸铁壶啊，有没有？嗯，哎，这还蛮漂亮的。这有在泡茶的，可以看一下。不一定要泡茶，你煮咖啡。艺术品啊，蛮漂亮的啊。哦、你看，这个就是铸铁壶。这个我们就看不懂，只能看点外观，啊、看点门道而已。日本那个很有名，那个南部铁器就有点类似像这个样子。哇、嗯啊，这边有那个台式马卡龙、金牛角，这蛋卷会不会太直白了一点？又粗又大蛋卷，灌蛋，灌馅哦，里面有馅的。嗯，这是不是跟那个海边走走一样？对，可是它又粗又大哦。哦，好。哎、欸，这间筷子好高，筷子肉，筷子肉干啦、啊。还有卖那种起司在上面的，哎、欸，我没有吃过这种的、欸。你有吃过吗？很喜欢吃，你儿子每天都在。他吃那个一条一条的、啊，这个他也有吃过。起司的也不错。那这一摊，哎、欸，都是清一色，都是女生就知道，哎、欸，这就是在卖这种银饰啊、金饰的、啊。看一下，帮大家扫一下价格。耳环啊，什么都有。嗯，这银戒指这样150好像不贵。对啊，差不多差不多。秀泰每次看到酒，他都要喝。清爽的，我比较喜欢，不要太甜的。绿茶美酒，哎。要不要吃？他要骑。我要骑车。嗯。OK。这是蜂蜜口味，甜带一点点酸。嗯，还不错。有没有更淡一点的？那再喝绿茶。好，他已经开始喝起来了。大中午的，不会那么快醉了。哦，这个太甜了，不喜欢。对。我已经有得出结论了。上次在那个老街买的那个另外一个品牌的那一罐，我已经快喝完了。然后我正愁就是那个很难买，所以刚好看到这边人家有在卖美酒，我想要买一罐这个蜂蜜的，它的尾韵真的蜜香很重哎。我喜欢这个，我要拿一罐这个。你没有问老板什么有没有折扣码之类的，硬是要凹人家。没有。哎、欸，这边有卖果干的、欸，哎、欸，这个果干是那个橘子干呢、欸。哦，好，我试吃一个看看哦，橘子干。试试看看这个橘子干，你吃一个，我吃一个。好。嗯，哎、欸，不错，它整个很浓缩在这个里面。对。哎、欸，很香、欸。原来的橘子，然后脱水起来。而且它变得就是很浓缩，就很扁的这样子，可是好吃。好吃。你而且你可以那种慢慢吃的那一种，嗯嗯嗯，还不错哎、欸。橘子干怎么算了？我们已经快花了一张小朋友，我们已经一张了，已经。哦，对。又其他的，香橙类的话有香橙跟柠
哦，还有别种就对了，是一样是柑橘类的吗？哦，柑橘酸吗？试试看这个，这是什么？什么刚刚？香橙。香橙的、嗯、哦，试试看。这个比较带一点甜味。嗯，它有点像，哎、欸，对啊，就是那个、啊、柳橙那种橙，这样对对对，哎、欸，这也很香哎、欸，也是可以慢慢嚼的，嗯嗯，然后它也可以单泡开水，泡热开水，哦，也可以泡热开水，对不对？然后、哦、买一包橘子比较难见，这一摊都是一包200，是不是？对，我、哦、刚好它300，三包五百，三包五百，嗯，哦。那有折扣码吗？啊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嗯，这一摊就是卖一些，哎、欸，这是小朋友的一些东西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它那个是可以斜背的，我可以试一下吗？可以啊。你要背起来吗？好。他刚刚看到了这一个，然后隔壁的那个老板很好心的帮他，我来看一下东西也不错。对啊，男女都可以穿。好、哦。他刚刚跟帮隔壁老板介绍说，哎、欸，这都是他自己手做的东西。这个包不错、欸，连发夹都是自己做的。夹层。我们邱太阳看起来蛮非常满意哦。因为我一直想要买一个口径包轻便包这样子。口径包。不会撞包。对，不会撞包。嗯嗯嗯嗯。他自己做就有差。嗯，对。也都自己做。是我想要看有没有一个比配色，嗯，这件颜色尺寸都有，衣服感觉很重磅哦，就是它的磅数还蛮高的，而且蛮好看的，因为它很好心，所以我想要多拍一下，对，这个老板赞，逛一下，这边是卖鞋子的，黑糖糕，哇，吃这个已经非常的饱了，无花果哎、欸。它这摊很特别，伊朗市集。对啊，是那个无花果干。哦，伊朗的，然后它是那个这个开开就是在树上熟成以后采下来，慢慢晒干。哦，所以它的口感啊，非常 Q。了解，你要吃吗？你吃一个就好了。好，我吃一个。不是，我一度吃已经很饱了。对，我们好饱了。啊，走路啊，你等下就走远一点再回来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就可以看可以看。它很 Q 啊，它也可以泡水。哇，好香哦。你是 YouTuber 吗？对，算了。算了，可以泡这样。哦哦，你这个是白开水，然后泡了之后变成要热水泡吧？对它。热水是比较快，可是冷水也可以，也是会啊。这样子，你这样一罐要泡几颗？没有，我只泡四颗。它本来的那个蜜汁会在下面，我就把它摇一摇，所以你才会看到颜色。哦，那、啊、你就泡这样水跟这样子而已。对，就这么浓了。你知道这已经第二泡了，这么厉害？没有，我已经一半又泡了一次。我请你喝它，你再喝起来的甜度就没那么甜，可是香气有没有？哦、也不输那个不一样的感觉。哦，太会讲了。哦，零矿吗？零矿吗？有，你已经正在介绍了。我要介绍小琉球的，我们冰淇淋在小琉球卖。哦，这里没有。你从小琉球来？没有，从台中。我现在人在小琉球。哦。那个我们有店在小琉球啊。哦。这个无花果冰淇淋就是用这个。嗯。你的冰淇淋口味很特别。而且我们冰淇淋没有用石化剂的乳化剂，只用一般的那个小美还是什么的，但这个完全没有，它是用鲜奶去让它融合。哦。所以它的那个浓度就是反正就像在吃这个，然后我们的那个。下面那个玫瑰有没有？嗯，玫瑰牛奶哦，所以也有卖冰淇淋就对了。对，但是都在小门口这里。哦，因为这里要冰箱。你那个像这个藏红花就是番红花嘛？对。哦，香哎。大马士革。喂，好香哎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纯露，就是2000朵的玫瑰去蒸馏的，然后可以外用也可以喝，直接喷的。可以直接喷，它也可以喝，而且当香水哦。对啊，因为女生都知道啦，这就化妆水、啊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它因为没有加抗菌剂任何东西，所以你可以拿来当，所以你看它像那个，我给你一点点，当你的基底这样子。我给你一点点，没有，我都还没喝。你要给我麦克风啊？太多会不会太浓？不会，我不怕这个味道。加了这个，不要回了，没有，我用水给你。
你看两个，你先拿。哦，有有玫瑰水的味道。其实你知道吗？像像它那个藏红花冰淇淋有没有？它是用那个番红花的那个花蕊，它的蕊是红色。你待会去又捐第二家，它就是有卖番红花。你看它番红花那个有没有？然后它遇水是黄色。就西班牙海鲜炖饭的比例有没有？所以就是这个，它遇水变黄色的。对，然后所以你看波斯斑斓糖，它那个黄是天然的黄，它不是使用色素。然后那个冰啊，它的黄色也就是这个啊，它本身有藏红花跟玫瑰加，所以它那个啊吼的香气啊吼。有点像花蜜又不像，你们的东西都要进口的呢。对，因为而且成本很高呢。欸，对不对？听说这些东西是很贵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像花花，而且疫情之后它又涨价。哎、哦欸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它这边很特别，这蛮特别。这个棒棒糖是番红花的，这个黄金糖棒，它就是番红花是这个红色的这个花蕊嘛。然后呢，它遇水之后呢，它会把液体变成黄色的。对，所以你们吃那个什么西班牙海鲜饭啊，它会是黄色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个番红花进去染色。对对对对，是刚刚老板跟我们讲的。对对对。对啊，然后它这个是它的波斯的牛轧糖，然后那个牛轧糖就是它里面有是用，特别是用那个小豆蔻，然后它的成分有42%嘛，对不对？都是开心果。对对对对，就是都是开心果，算是比例非常非常的高的这样子。对对对对，那小豆蔻就是我们吃的那个印度奶茶里面都会有的香料。对对，原来就是这个味道这样子。我觉得这个盒子蛮特别的。老板说这个盒子啊是手工编织的。这个面啊，他说编一个月。对。对啊，所以这个盒子是这样特别。这个礼盒拿来送我真的超有面子的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一摊蛮有趣的，所以我想说拍一下。哎，老板谢谢啊，谢谢。对。这摊卖法国的蜂蜜。谢。三种味道。哦，试试看。嗯，这第一个是最右边的那个。哦，最右边的。它是金合欢花蜜，它是我们三个里面它是最甜的。它是有一个比较淡雅的花香。它尾韵会比较甜。真的，这蜜好香哦。对啊，对啊。很好吃哎。开心菜不一样。谢谢。它是中间这个，它叫做森林红。好、哦，谢谢。第二个是尾韵。对，尾韵的香气不一样。我是这一罐这样子。对，森林。第三个冷杉哦，就是那种木头这样子，对，圣诞树的哦，树蜜，圣诞树的蜜这样子。对，它这个的话它是葡萄糖含量的百分比会比前面两个都低一点，嗯，它比较没那么甜，它是最香的哦，它的木头味道很浓这样子，它树的香气是比较厚实，嗯，比较顺口。哦，这很特别，这个真的。小姐，你一二三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我最喜欢前面的一个、欸，第一个，因为我本来就喜欢那种花香气的。花香气的，搭配如果在吃优格的话，水果冰淇淋、水果，都很好吃。它的就是味道比较淡一点点，然后后面那个就真的会比较浓重一点点。这是他们店家的QR code， 看你喜欢扫 IG 啊，还是 Facebook 还是 Line 都可以哦。它这个蜂蜜啊，真的跟我们一般在外面吃到完全不一样，台湾的真的完全不一样。而且它三个就已经很不一样，就真的跟你在品酒啊，或喝咖啡啊，或是那个香水一样啊，它就是会有不同的香味，跟那个你前面吃进去的感觉，跟后面出来的香味就又不一样，蛮神奇的。对啊，而且两个老板都是帅哥，来看帅哥也行啊。哇，这个是蜂蜜辣哎、欸。蜂蜡，对啊，好漂亮啊！嗯，可以，这个你可以拿起来闻看，说些也会有蜜的味道吗？我闻闻看，哎呦哎，你闻闻看，哦，很特别，我知道，大家可以来体验看看，呵呵呵，它是可以净化你的空气，哦，这个是不是那个就是？所以这个就是那个蜂巢的那个蜂巢，然后去、那個、辣去把它就是再加工这样子，继续逛啊。这边有卖一些五金哦，大家出捷运站也是可以稍微找一下我们要需要的，顺便去录个影。你要不录影讲那么多，我不录别人录啊，你很奇怪。我想要买这个小叉子，小朋友吃饭要用。OK， 哎，这一家也是在卖果干的哦，特别是有一些特殊的东西，番红花。哦，这个就是番红花。刚刚他说的红色的叶子泡出来是黄色的。
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伊朗的软黄金，哦，一点点就会弄出红色这样子。这是顶级的番红花，跟路边摊那个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对，这个是非常有名的番红花。嗯。来，试试看。这个是苹果干。那苹果干，你有吃过这种苹果？有。嘿嘿，又不太一样，又不太一样，不一样啊，又不太一样，不太一样啊，是一样吗？我有点忘记了，一样的，一样的。有没有这个是我们的芭乐，芭乐干的话一般都是黄色，嗯，绿色，那么原物料不一样啊，这个哦，哎、欸，我们看到这一只还蛮特别的，它有蛮多神奇的东西，这种点是草莓干吧？就是草莓干没错、嗯，重点是你看哦，这种苹果干是我们上次那个上次介绍那个。分食堂的吧，哎、欸，很像啊，对不对？这种苹果很难买得到哎、欸，是啊，这边而且卖比较便宜，对，你们来这边买就好了。对不起、哦。对对对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我觉得蛮特别的是这个苦瓜干，你有看过吗？然后无花果干，这颜色超漂亮的、啊，而且他们家的包装超有质感的。对啊，而且你看这个是什么？黄芪啊。黄芪，对啊。对啊，很多很特别的东西。它是做食品的，不是做中药。对。野生的枸杞，陈皮，哦，红枣碎片。对。然后你看，这个是番红花的那个饮料，就是用几根，然后就可以泡出这样子了，颜色很漂亮。番红花茶，长这样。对，这是番红花的花朵。全台湾都有这个包装，你如果看到这个包装就有。只要全台湾看到这个包装，就是他们家的啦。来喝一下这个番红花，他说番红花这个东西啊，你如果生理期来或是怀孕的人不能喝，因为它非常的活血，但是如果你有肩颈酸痛等等的，或是黑眼圈啊，睡眠不好啊，喝这个就非常好。对，而且重点是说这你怎么样分辨真假，你如果泡下去马上变成白的、啊、或是变淡淡的、啊、或黄色什么的，他说就是不是真的了，这番红花泡了水它一样还是红色的，红色的，对，不错，大家可以来这边逛逛。我觉得这间店的东西就是很便宜，它的一包才在这边买200哦，然后买五包还送一包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，真的是比我们上次那便宜很多。看到影片赶快出发。对对对对，这还不错，真的不错，真的有便宜。对，吴小姐有在卖一些衣服，嗯 ，chocolate。哎、嗯欸，这是童装，小朋友的衣服。对啊，它这个童装还蛮漂亮的。对。有在卖金线莲的茶，这一摊很特别，这边有卖最近很流行的冰花、欸、对对对对，这是一个很贵的那种、啊、其实那个就是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冰花农场，对对对对，我之前有找他要去拍，但是他都没有拍，谢谢。他最近有一个那个 YouTube 刚好就是在讲这个冰花的，他之前应该有点像莲雾的那种清甜，对不对？谢谢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有一点点像石莲，但又有一点不像。对对对对，哦，我吃吃看哦，来看一下，对，蛮像莲雾的味道，对，而且是有撒盐的莲雾。对，那听说它很多是那个海水。它这个盐味是自然的，不是没有撒盐上去、嗯。对啊，是说它吃起来像撒盐的莲雾这样子，嗯、很特别。这是老板的资讯啊，没关系，刚刚没有录到也没关系。嗯，秀太刚好在逛这一摊，他蛮喜欢的。然后他这边是限两件，就是说290，你只能买两件，然后不是说哎两、欸、件才有290。因为老板刚刚说他这个衣服就是在成本的边缘了，所以他就是。随便卖，但是也不可以说、欸、一次就把它买掉了这样子。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件适不适合我们秀泰啊？行吗？行吗？大家给过吗？要他自己给过？对啊，这跟大家没有关系吧？这边也有店，伊藤手作。哎耶！你应该穿女装了，这都是女装，没有了。老板也有趣，看一下东西，有机会来逛一下。这边要卖这个很类似按摩矫正的东西。好啦，秋太最后走一走，还是想要买这个包包，对不对？对啊。给大家看一下。但是喜欢那个。对，
他介绍了，不错。这个夏天杯应该还不错。对对对对，轻便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啦。我们本来今天只是随便想要来这边走一走就好了，结果花了2000块，真的是还是不要随便带自己的老婆去逛街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原本想说，哎，了不起就吃个东西而已，没想到一花就这样子了，还不错啦，还不算蛮好逛啦。因为我们原本对它没有抱很大期待啊，但是比我们想象中来的还好逛。而且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已经有稍微预料到，就是说其实来这边，因为我问过，刚刚有跟很多摊商有在聊天嘛，然后就问他们说，哎，这边来的人是不是都不是淡水？他说对，没错，来了，然后他们都会以为说他可能会是淡水的人，就来都什么新竹啊，什么汐止啊，新店啊，新店啊，很多，还有可能是很多其他地方的这样子，然后反倒是淡水人，因为我们自己平常不会来到这里，对对，除非你要上班，也这都是假日市集，就过去了，不会进来逛。对啊，对啊，啊，其实也还蛮好逛，因为我刚刚大概有都扫过，那如果大家自己觉得有喜欢的，其实也可以来这边走一走，而且他们好像每一。我记得好像最近每一周都会有看到，但是他们每一个市集的那个党主，他们跟他说那个党主不一样。对，这个是什么168幸福市集？对对对，那每一周都不一样，又不一样的市集。然后下雨没有这样子。对啊，对啊，大家有兴趣可以来看看。好，我们今天先到这边了，大家拜拜。